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庞卓宇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雨果与了解。那提到香港，相信大家一定看过许许多多的香港电影吧？但是你知道香港电影的特点是什么吗？香港电影是华语电影的先驱者，这几十年以来啊，香港一直是电影工业基地之一和电影出口地之一，人们把它亲切地称之为东方好莱坞。但比起好莱坞，香港电影有它独特的随意和激动。比如有许多的知名导演灵感突然就来了，喜欢现场即兴发挥，随拍随改。同时，飞子一宅曾经也在港片的制作当中特别的流行，是指开拍前导演只有故事大纲，演员拍摄时边写边拍。像我们熟知的《倩女幽魂》等电影就是这么拍摄完成的。那你还知道哪些香港电影的特点？欢迎在大幕跟我们分享一下吧。